需要怎样我都可以，需要我跪下，需要我趴下，我都可以。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停滞的状态了。现在我们这已经不是说时间的问题，你们需要一个我什么样的保障，我给你们一个保障。在2015年的时候，然后他这个项目他自己好像是有点看不下去了，他要把自己手头的股份要转给另外一家公司。他写了一个就是给我们1000万的一个投资，因为他这个他在投资里面他叫固定保底投资吧。对，就现在含金加利息大概有1000万了吧，然后再加上就是实际上少给我们计算的是利息，其实我们利息本身损失的是有2000多万吧。